Serene， 我们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咱们来吃一家新发现的韩国烧烤店，就在 Butri Harbor 的 J-Skill。J-Skill 呢是正宗的韩国分店哦，创始店就在韩国的江南，而马来西亚的第一家分行就在柔佛的新山，让你体验正宗的韩国 BBQ 烧烤文化，却又不用亲自的动手，老板会烤给你吃哦。来点餐吧，既然要体验传统的 BBQ 文化，那就一定要来一份 Spicy Grilled Chicken Set。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鸡肉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也来一份五花肉、牛肉、羊肉，通通都来吧。而且身为饭桶，就一定要 try 他们这里的石锅拌饭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而且还有好多的选择哦，怎么办呢？잘먹겠습니다。瑞克，我跟你说，这里包肉的生菜都是 free 的，而且也有几款的小菜可以无限的 refill。如果你多人的话呢，那就叫做几个阿拉卡，配上免费的小菜，超划算哦。像我这样的家庭控，来到这里一定要点这里的 J's Great Fried Chicken Bite with Spicy Sauce 哦，甜甜辣辣的味道，吃起来超好吃的哎，而且没有骨头的，小孩子也可以吃哦。而且 Serene 你知道吗？这个可厉害了，它曾经在一个小时内就卖到断货哦。当然除了石锅拌饭，这里也有韩妹必点的 Kimbap， 这里的鸡排骨紫菜包饭是店里的畅销菜色之一哦。而这个 Hot Pot Bulgogi 它喝起来咸甜咸甜的口感超暖胃的，而这个辣炒猪肉的火候掌控的刚刚好，肉质吃起来一点都不柴哦，还带点微辣，超好下饭呢。而这里的 Kimchi Hot Pot 用料十足， Kimchi 也熬煮得非常入味，喝起来超满足的哦。Serene， 你在喝什么啊？我在喝韩国漂亮妹子必喝的 Citrus Tea 柚子茶。柚子具有减肥瘦身的功能哦，吃了这么多好料，当然要来一杯呀。啊， Serene， 减肥就靠运动吧。来到 J-Skill， 当然要喝他们的独有特调呀。而这个 J Sour 可以带点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喝起来非常的好喝哦。而这个 J Heaven 带点清爽的口感，是烤肉必备哦。Yo， cheers。